上次你说希望戴中和签约合作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一定希望不大。现在已经不是他们两个考虑要不要联手，而是到了必须要抱团取暖的地步。这两家合作，不管是对铃木还是战南贤来说，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是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跟我都懂。就是那两个人，又聪明又理性，让脑筋转弯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比如说时间跟技术，就不是钱可以随便买到的。我相信接下来小陆总如果不能拿出更好的业绩，恐怕就地位不保。今天好像是你来找我买技术啊，不是我拉着你做生意吧？我听说小陆总最近在玩击剑。怎么，比比？